島かおる50年、島の沈めと賢くも神様にまし。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各位同心今麦开始上课啊，大家请坐。OK， 这堂课叫做历史台湾史解码哈，来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哈。在二战的时候哈，在德国这个地方，还有俘虏营。德国的主要城市里面有俘虏营，那代表什么？被抓来的是什么？盟军的人嘛哈。啊，在俘虏营的话，就跟一般的那种集中营一样，可是外面站了很多守卫。啊、这个守卫站在那边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防止人跑出去哦，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为什么？因为在二战的时候物资很缺乏啊，俘虏营里面为了要符合日内瓦公约，要对战俘有一个起码的怎么样饮食的照顾，所以他们至少每天会吃到三餐，有时候还有点心。可是外面的德国人没这么好命哦，一个人欠物件，无物件他家嘛，所以真侪华靠的德国人想办法要自己来这工作嘛，啊，至少有一顿饭吃，啊，有的人佫偷摕物件出去，所以警卫就是专门检查，设一个检查哨工，哎，袋子打开，好，下一个袋子打开，哦，来这无物件，下一个，啊，这是每天警卫要做的事哦，啊，结果里面哦有一个工作人员。跟这个警卫从小是好朋友，这警卫就跟他讲说：“奇怪呢，我见见个检查内底拢无物件，啊，但是我知影你这个人是自细我就知影你会偷摕物件嘛，啊，那拢遐乖啊。”啊，那小朋友讲：“哎，我上课，我很容易被打扰哈，如果一打断，我就忘记故事讲到哪里哈，所以。”配合一下啊，你如果累的话就躺下来休息啊，尽量不要交谈啊，要交谈出去外面交谈啊。刚刚我讲到哪里？好 ，OK， 好，那就是没有朋友，不是朋友小偷，而他有一个对话，一共讲，对啊，我知影你主持人在偷摕物件，啊，你想怎见见个检查内底拢空空的，啊，那他说阿伯那样，你不能跟人家讲我偷什么，我偷的就是袋子。哎，拍手，他偷的就是袋子啊！你每次拿不是要看吗？我就打开给你看啊！啊，炸照每一次都带一个新的袋子走啊！啊，你知道那个平常那个登山背包一个行军包一个要多少钱？买假钱扣呢？啊，一个月下来不就要3万块？啊，用3万块钱买食物不行吗？怎样不？哦，这粗鄙啊哈！他每天就给拿一个从里面拿一个行军袋拿出来给你检查嘛！啊，你被扯。无物件嘛，还是出去。啊，第二天又扛救，因为他只负责检查出去，没有检查进来的。啊，他就空手进来，带着袋子出去啊。啊，一个月下来就30个袋子就带走了，对不对？啊，30袋子乘以一个1000块，啊，多少？3万块啊！哦，就好赚钱呢。了解了吗？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我们台湾人呢，吼，专注在我们眼前的东西的时候，鬼瓜叫瓜照拢唔知呢。你整个系统被人家带走都不知道呢，你跟他投票，哇，每天在争说谁当选谁没当选，看那个行情，看那新闻上讲什么，啊，鬼台湾弄啊那种生造的，哦，就叫见树不见林呐、啊，你敢看球啊，你不看整个大局啊，
咱即马就透过这个吼，过去嘛是啊，历史每天更加就来讲郑成功什么物件，什么施琅打败谁，拢得甲你讲这個。但是伊目的是要甲，伊再去唔是老师讲转移焦点不？唔是甲你转移焦点，规关甲你关照呢，让你进入他的游戏规则里面跟他玩嘛。哦，知道了吗？就好像吼，你像没福报，人家怕很强，你有在路边看人怕很强嘛？啊你。你过去要打香肠，对不对？啊，你是不是要先给钱？50块啊，坑嘞！啊，讨价公理这样谈三次，啊，游戏规则就贴在旁边嘛。比如说你打几分，就是几根香肠嘛。啊，你可不可以说打完，你跟他讲说，哎，老板为什么拿五分才一颗香，才一根香肠？被盖挠。那老板说，游戏规则已经写好了。啊，你当初50块放下来，表示什么？我同意你的游戏规则，你要照这个玩嘛。你不能说我玩输了以后就跟老板挥嘛，要不然你一开始就不要进来玩啊。你50块钱一放下去那个刹那，表示我同意你的游戏规则，我要照你的游戏规则玩，对不对？你别在之后啊，或者说啊，你延强行你要去要把走，哎，对不对？不可以这样子嘛。你等于怎么翻嘛？所以你起码你一旦愿意去投票，你已经进入他的系统里面了。为什么我们很细命叫台湾人卖去投票？都是黑心嘛，叫你卖给我们骗，把你抓出来，叫你不要去玩啦，那个玩规是设局设好的啦。啊，当然我们这样讲讲，哦，烟枪就胖哎，哦，哎呀，弹规条够钱他摕呢，那不要去弹。可是你就被人家设计了，规官叫我们赶走啊，啊，起码规台湾人叫我们赶走啊，还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啊，啊，起码真嗨啊。好啦，那今天台湾史节嘛，我就是要跟他讲，啊，那看整个台湾史。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你知道之后，你都不会给我们 confuse 被混淆了哈。来看第一张图，这是什么东西？哎，看得懂这句话的人举手。上过我艺术史解码的课，举手。哦，一个两个 ，OK， 好，你们不要讲话，其他人讲话。哎，看得懂吗？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讲抽象化哦，其实不是呢，它的根据没有，现在看起来是抽象了，因为你招不到任何像嘛，对不对？可是它的有所本哦，他这个本是什么本？来看下一张，跟他同一个时间，刚才是 Brock， 这个是谁？谁画的？上面有写、啊，谁画的 ？Picasso 画的。那你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样的图？看得懂吗？这个看得懂吗？对不对？这绝对看得懂。他至少不是在画汽车吧？是吧？他是不是画城市？不是嘛？在画人嘛？对吧？不能讲说我看不懂，一定看得懂。这是画人。哦，他不是在画树木啊、山水，不是，他是画人，他才看得懂。只是他画的人跟我们认知的不像，赶快那贵族，那谁做呢？对不对？可是很有名的画家、哦，这是上个世纪哦，八几年前的 Picasso， 我有1911年的时候画的哦。啊，你这哪看不表示你的欣赏水准怎么样？在100多年前，对吧？没错嘛，100多年前你阿祖的时阵画，或者阿公阿嬷画的画，你看不懂，表示你还没有。从这个阶段跨过来嘛？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教育来的不及得啊！哎，都艺术是给上面 level 的人看的、啊，哎，想要被改改，你是难民啊，你是被统治者啊，为什么要教你那么多？但是我们民政府的课就是要教你怎么看这个啊，这个看得懂吗？我跟你讲，这叫立体画派。Picasso 画东西，比如说你看一个杯子，干嘛那再去背啊？那是背啊？阿内马奇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同一个杯子，时间固定的时候，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就有不同的结果，对不对？我的脸不是只有长这样子，像相片里面啊，我可能这也是我啊，这也是我 啊，同时把我不同角度放在同一个位置上产生的图片，就是这就是立体画派啊。啊，杜家第一张那个是立体画派的极致，这无够黑无够脆，脆高高都是头一张啊。第三张。这是1700多少年的话嘛，是早期的嘛，大家看得懂啊，大龙矿物啊，对不对？这容易看嘛。可是这是1751年呢、欸，啊，你的欣赏水准是不是再往后再往前推，对吧？哦，或者印象派你看得懂，这印象派还不一定看得懂哦。那后来七点没我们在被他看了，所以你们可能在18、19世纪初期的欣赏艺术的水准，这样嗨嘛，对吧？但是我一解码器给你，你就看得懂了。来下一张。OK， 现在哦，就讲说
这个叫什么法则，对不对 ？The law， 这个 law 不是法律的那个法律哦。我讲这个 law 是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哦。比如说地吸引力，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有地吸引力，但是离开地球不是地吸引力的嘛？啊，你如果放诸宇宙皆准，那也是一个 law 嘛，是不是？你知道什么叫 law 吗？哈，那我今天不解释太多，但这个我先讲，这个不是讲法律的 law， 这是讲说自然界的法则。那这些法则里面都有很多什么基本的 character 特性，其中一个特性是什么？一个叫 consistency， 一个叫做 integrity。consistency 就是事情一致性，比如说我开车一下子200，飙200，一个20，一个在一个小时里面这样跑，我就没有持续性，我就不是 consistent， 对不对？那不光是量化的数量哦，比如说我今天穿西装，啊，今麦金进熊，我穿个家，我卡牙开了，一双球鞋，一双皮鞋，是不是很好笑？这叫做我行为上面的 inconsistency， 我穿着上面不一致，不是同样一个。在所有自然的法则都有 consistency 嘛，比如说你到哪里去看那边的鸟跟什么样，都是靠空气在飞。有一些大自然里面有一只啊，这个空气要足够让鸟翅膀挥一挥，它会飞起来。这个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波动空气就产生反作用力，然后鸟就飞。这个是放诸四海的 law 嘛，啊，有摩擦力啊。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大家都飞来飞去，滚来滚去，停不下来。啊 law 啊 ，consistency。那 consistency 就是说一个形式系统中不蕴含矛盾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跟我们接下去要讲的法律有关系。法律必须要怎么样 ？consistency 嘛。那怎么样？哎，说的难听一点，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人在法院里面告来告去的时候，只要指出对方的不一致性，你就赢了嘛。公你所宣称的跟你做的行为不一致嘛，或者证明你的证据跟你要证明的事情不一致嘛。或证明对方你的论述不一致，那我得赢啊，对不对？虽然够比够马西啊，你表面上说你是我们的主要占领全国，可是你不按照占领权主要占领全国的该做的事情，就是符合战争法来占领这块土地，让我们去买武器，逼我们去当兵，改变我们的语言，改变我们的人口结构，这就是不 inconsistency 嘛，对，不符合你战争说你是主要占领全国该做的事情嘛。你叫一个流亡政府代替你来管理，欺骗我们拿别人的护照，改变我们的国籍，哦，那我们就可以到美国。如果美国的法院是一个有什么 consistency 的前后一致的一个价值观的体系，我们就可以去告。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国家，比如说他是人治的国家，那国王说卖差别啊，你就告不了了。那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你可以跟他讲，哎，你这样不对哦，这跟你宣称宪法讲说。Treaty 就是条约等同于美国宪法的位阶，所以你要遵守。那旧金山合约是你签的 Treaty， 你必须要符合，要 consistent with 你的 claim， 是这样子，我们才在这个最高法院告赢，可以告到最高法院嘛？了解哈？所以这个 consistent 是一个原则，也是一个法则啊。啊，另外一个是 integrity 比较像是一个人的内心，一个人的个性，我的内心。跟我所宣称的事情完全颠倒的时候，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 integrity。外国人在骂人家说你没有 integrity 很严重哦，就是你这个不基本上不诚实哦。而且位阶越高的人越需要有什么 integrity， 就是你这个人格是完整的。那 integrity 的相反词什么？人家讲说 dishonest 是不诚实，有点觉得奇怪哦。一个完整度的相反词叫。不诚实表示什么？诚实是 integrity， 有 integrity 的人嘛？那不诚实是没有 integrity 的人嘛 ？OK， 叫里外表里一致的人叫有 integrity 的人。那位阶越高，比如说我是家里的族里面的老大，我觉得他有什么放诸所有都是一样的标准嘛？我不能对这个特别好，对那位不好，啊，不能说我说我是诚实的，实际上我是做狗屁倒灶的事情，然后出来做另外一个，这样你就不能当领导者。像美国这种大国，越是大的国家，你要造帝国，你就要有一个放诸各个国家皆准的道理嘛，你才能做老大嘛，人家才会信服你嘛，要不然，所以你看越威力为国家，就一天到晚在挑战嘛，
啊，因为上面的国家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对不对？那他讲这些你不可以，就要有一个标准啊。比如说，哦，我用国际法来解决所有的纷争。哎，你当老大就是要解决纷争，不是吗？啊，纷争产生纷争的人就是要挑战你这个 law 嘛。所以你就要有一个放出下来的标准，还有你有 integrity 的国格，你才可以叫人家做事，人家会听话说，哦，你讲的有影啊，叫听啊。对，你不能只是数有懒要跟你打，那黑白乱来就不行了。所以一旦建构帝国，帝国是以前我们没有的观念，因为你都是被统治的嘛，你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一天到晚被帝国统治嘛，所以你不知道帝国在玩什么。那我现在跟你讲，帝国在玩其中一项是 law， 另外你念我艺术史的话，你会知道其他的部分嘛。好，下一个 events 只有一个，就是说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件只有一个，但是一旦诉诸语言文字来描述的时候，就必须采取某种观点，有所谓的描述的一致性。因此所有被写出来的历史都采取固定的某一个观点，是什么意思？你要写这个东西齁，一定要一致性。比如你看一个故事书也是，你那个作者本身采取一个观点，你不可以跳来跳去啊，一下是人的，一下是猫的观点，你会 confuse， 你会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写故事要有一个一致性，你才可以 follow 这个东西。那神志不清楚的人就是没有一致性嘛，他会乱跳的嘛，一下这个人格，一下那个人格，你都不抓沙波戒狼。所以那你写历史故事给你听看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观点。有人讲说这观点有什么重要，我跟你讲，先念这句话，史观非常重要，观点影响立场，立场左右你的选择，选择会采取行为，行为最后会决定我们的命运。有意思哦，你现在看的教科书都带着一个观点，这观点是有目的的，就是中国观点啊，不是我们的观点啊。观点重不重要？我跟你讲啊，每个人都有观点哦。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男生有男生的观点，女生有女生的观点。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观点，白人有白人的观点，对不对？他们讲哥伦坡发现新大陆啊，北美洲的人讲香港，我等一下带几百年啊，什么发现新大陆，对不对？观点都不同啊。可是你的观点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不一定哦，看你是谁哦。印第安人观点重不重要？没人差吧，所以最后被白人的观点取代啊。所以教科书看起来是白人观点啊。啊，一男一女，说的简单啊，我们说的平常一点，一个女生跟一男生结婚以后，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家里带一个观点进入婚姻里面。先生有先生观点，太太有太太观点，那哪一个重要？不一定哦，对不对？有人说，我们到吃饭都要大家到齐我们才开动啊。有人说，没啦，我们到做生意，那我怎样呢？向心搞向心家，这个就可以吵架啊，观点不同啊，那怎么要想生活一起生活下去叫什么？要协调嘛，最后决定谁的观点嘛，哦，谁爱谁多就知道了嘛，对，就牺牲他的观点，配合对方的观点，为了谋求大家相处在一起嘛，所以有一个观念磨合期嘛，就是观点，哎，以后就采取这个观点来吃饭呢、啊，哦，现在知道了哈，观点很重要，观点会决定很多事情啊。会影响立场啊！当我们采取台湾人的观点的时候，你跟你的朋友讲，啊，引起采取中国人的观点，损力的强碰，对不对？就有一个立场在了嘛，就表示啊，你知道他的立场先，所以你讲的什么话跟法律有关的，伊都跟你反对，因为他已经采取一个立场，立场会左右他的选择嘛，选择要来听不来听，要来民进不来民进，他的已经设好了嘞，他的观点已经决定了。选择会采取行为哦，接下去会做什么？来宾进入熊科，拿身份证，他最后会影响他的命运啊，不就这样子吗？不要小看观点，所以贵体以没有观点就是要给你洗脑嘛，让你采用他的观点嘛。好，下一章，我们接下去还有很多目的哦。我们先跳下一个再回来这边好了，不好意思。OK， 支那观点。好，我还是讲回上一章，不好意思。观点待会再切到这边。台湾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哦，就系统转换。过去我们为什么被灌输这种所谓的支那观点？为什么？为什么？我让知道不？就答案在这边呢。
最早之后，我们的观点系统是什么？是 Formosa 系统，就是部落形式系统。我们这个在土地上，大家是各种部落住在这边，不需要什么观点，每个部落有他自己的观点，活得好好也不会冲突。为什么？地太大了，阿郎金就，所以不会有产生观点的问题。再来呢，日本系统进来了，他把你纳入帝国的体系，你就产生帝国的观点，对不对？已经不是在部落形式，已经日本人建构了台湾的完全主权之后，我们开始就有一个帝国的观点出来了。那最后呢，美国打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之后怎么样？他要摧毁你的观点，他会摧毁你的系统。为什么？你这系统对他是一个威胁啊！全世界哪一个国家跟美国秀怕，可以打到国土本土？只有日本啊！啊，为什么？因为这系统很强啊，他会担心啊，所以他进来只有一个目的啊。他为什么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管你？会找三流四流去管这一流的帝国，都是要给你破坏你的帝国系统啊！给你糟蹋去啊！啊，等到你都被糟蹋，就不对他不产生威胁了嘛。所以他就是要破坏你的系统啊！啊，曾几何时，今晚怎么样？支那国系统出来了，造成威胁，所以他又要 reactivate 这个系统啊，才能对抗这个所谓的支那系统要跑出来啊。哦，那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还不是中华人民国的系统哦，我们是流亡中华民国的系统，而且贵气已经。在中国那边已经被打败的系统逃来台湾来钳制你的思想，还不是现在比较强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统。这个小系统怕那个大系统都输起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想办法跟他求好嘛，想加入嘛，签一个法嘛，要跟他和好嘛。这已经没有竞争力的系统，我们现在还在被这个系统在统治啊，在他的历史观里面在思考接受教育啊。哦，所以系统内部对象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思想上以特定的史观争夺历史的解释权，为了维系其统治资格，在制度上以史观建构法律规范。你知道吗？你把之前听的都把它套进去了。在系统外部对象是其他的系统，在思想上需要与其他系统合纵联合，在制度上符合国际之间的规范。 OK， 下一章。今天因为我要讲到日本那边，时间没什么搞说到紧。那过去为这个史观哦，中国这史观是有目的的哦，它有三个主要目的。他说，史观 ，OK，is point of view is always tainted by sin, motives and self-interest， 就是你的史观，它过去设计的史观有三个主要目的，一个是针对过去，它要盖掉过去的罪行。比如说，他说西泽龟丸郎不算什么，他是不是已经带点一个观点给你了？他把中国史观放在你身上，西啊，他讲的有没有错？对。那是因为中国的观点，中国死十二万人不算什么，可是对台湾人不是。OK， 在那个系统里面，宁可错杀一万，不愿意放走一个；在我们系统里面，宁可放走一万个，也不要错杀一个，不一样意思哦。这种法律建构的系统对人的尊重是不一样哦，所以你进到他系统要笑啊，那十二万人为什么不算什么？他在帝国体系对我们是秀苗苗。为什么？你从他做的制度上就知道嘛。第一个，他设立户籍系统嘛，历史下郎、生生下郎，他都记录清楚。中国那边搞不清楚人口多少个，因为他没有把人当人看啊。人是可以被 dispose 掉的，可以被消化掉、建构他的权利的。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地方啊。我们思考不像，我们人也不多啊，所以每个人都很重要啊。在这种观点底下的系统史观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咱都遇到两个啊，咱听到我们惊讶起他，可是他讲这个史观目的是什么？让你觉得二二八死掉那么多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淡化你，让你站到中国立场看回这件事情，你就不再是那个被害者了，对不对？你反而是加害者，你把被害者的后代给他新的观念变成加害者，站在同一个位置去看被害者，很残忍哦。很残忍哦！你把被害者的你那车来给加工，你爸爸尾部本来都应该死的，很残忍哦！你再想想看。第二个，设计未来的动机，所有金马的史官都跟你讲，那目的只有一个，要把台湾，对吧？纳为己有嘛？怎么说？比如说叫你去选举啊，哦，为什么叫你去选举？他要就地合法化啊。
因为这块土地不是他的，他是流亡政府啊。什么叫流亡政府？就不政府不是在他法律上拥有的领土上面跑来。那你就说，你有金门马祖，为什么不迁为金门马祖？为什么在台湾？表示你是流亡的嘛？好，那很清楚啊。啊，流亡政府这块土地不是你的，你想在这边做什么？你玩你的系统，做一个假的民主，跟美国说我们也有选民主选举哦，这样这块地就会变成你的吗？不会啊。哦，他就说玩，所以他有动机的啊。他跟你讲这史观是有动机哦，所以他会跟你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嘛。所以他会讲说哦，以前清朝怎么统治台湾嘛？以前过去清朝是跟我们台湾什么的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可是他从来没跟你讲，真正建构台湾主权是日本帝国，你之前的都不是啊。对不对？你他也不跟你讲马关条约，台湾已经割让出去了、啊，已经是人家的东西啊。人家在1945年4月1号，日本颁布宪法之后，台湾已经正式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一部分了、啊。你这不跟你讲啊，他也没跟你讲，旧金山合约是日本政府放弃，并没有天皇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呢、啊。也不跟你讲啊，所以他历史就是刻意隐瞒这些事情了、啊。上一个为了当下利益。比如说，哦，对，阿公要给你跑，所以我们买武器，所以你们的拿纳税人的钱去买武器，从中获利嘛，这当下就可以获取利益 ，OK？ 因为这样的不同的史观，造成台湾人戆戆去用骗，不个，我跟你讲，不仅内衣外衣人规人拢去用剥削掉了嘛，阿公唔知，阿公退休台，下一代还站在他们立场，公益的语言，我跟你讲，这叫种族屠杀，你们以后就慢慢知道了。下一章。OK， 怎么帮助台湾人从支那系统里面走出来，这是今天的课题哦。怎么帮助你走出来？因为你过去你的教育都是那一套嘛，你来宾几乎在听到，哎，不同的声音怎么会是这样子？你再慢慢走出来嘛。我所以用各种方法告诉你，从史观，从各方面，从逻辑上，对不对？从法律上，所以 give things their proper priority，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就事情要这边有一个重要的字叫 priority 哦，就先后顺序。什么叫排队？设定先要队。当最重要的事情出现，第二个就要离开；第二个出现，第三级的要离开。下一章 ，perspective 是什么？比如说这样子，哎，这就清楚了嘛，对不对？你的那个远近观念，你的叫什么？透视图就看得懂。你没有大小分别，像这三个都一样大，你都不叫透视，在透在哪里？你还以为这个比较大，还三个都一样大，混掉了。所以你看历史看不清楚，对不对？一定要透视图。那什么透视图？你就是把适当的东西的大小放对位置。比如说他们过去扭曲历史，就把特定的历史放大，只讲清朝，其他都没有讲。所以你看到历史，所谓的历史都是啊，有人跟你讲说郑成功占台湾、占寡岛，只有台南附近而已，那叫占台湾吗？啊，不是哦。来下一章。好啦，那我们就讲一句比较科学，在法院上面判案哈，他们是看证据，对不对？证据也分好几级哦，有 A 级的、B 级的、C 级的、D 级的证据哦。越上面它怎么样？越接近客观，越下面越主观，相对客观。所以第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比如说进化论，哎，要推翻这光用逻辑就够了。进化论是什么？它只挖到特定点的化石，它就把它拉成一条线，说是这样子演变，不对嘛？因为中间的产出物都没有，你没有挖到中间的化石嘛？比如说，这是10000年前，这是100000年前，那12345678910，这中间这之间化石在哪里？看不到嘛？你说人是猴子变，人跟猴子的中间产物在哪里？没有挖到。你不能说怎么会100000年的时候突然一大堆，10000年的时候突然一大堆，不合理嘛？啊，其他都不见，一个都没有吗？哦，这就有意思哈。那第二个物理性质。碳十四半衰期50000年前有些，比如说我要测一个东西啊，这个人哦已经死了100000年，青菜公公，碳十四半衰期一照下去，因为上面有碳嘛，啊碳有放射，它会衰退，所以做那个科学研究的话，通常用这个来测量有机物，知道它的年代就可以知道很清楚。所以中国好小公，我有5000年历史，来提来看，你提你的物件，我们来做，哦碳十四半衰期来，我们来照射看看哦。这就知道了，然后再来化学性质，比如说铁氧化工，哦，当时这人都开始用铁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它氧化的程度来决定多少年嘛，啊，再来生物性质 DNA， 这最近非常流行的东西 ，DNA 这种东西哦，一出来的时候，很多考古都靠边站了，为什么？
过去讲人是猴子变的，拍手哦，你把 DNA 一抓出来，这两个中间是跳不过去的哦，那跨不去的、跨不过的鸿沟产生哦，所以人不是猴子，搞不好人跟狗的距离还近过人跟猴子哦。你不能只看外表就说人是猴子变哦，哎，因为过去没有 DNA 嘛，现在 DNA 出来你就知道嘛，哦。那待会我会讲更多这个。那接下来历史文献，哦，历史文献又分两种，一种叫 document historical document 跟 archive， 哦，那我讲 this document 不是在讲说，好，我们直接看这个下一张 document 好了，直接看图啊，哦。historic document 的话，不是我们讲说 anthropology 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或者是考古学家，一般他们是比较有兴趣什么，把还原当时的历史。但是所谓的 historic document 是不是那个跟那个没有关哦？哦 ，most famous historic document are either law, accounts, battle， 主要是跟这个有关的哈，哦，是 a person, place, and events， 啊，哦，所以主要是跟大型的事件有关，不是说考古将回复说当时人类怎么过日子啊。回到那边，下一个，它有一个 archive 就是收集资料，不管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我收集过去一百年的。在美国纽约的杂志，他只收杂志啊，他不管分析啊。那杂志收集一大堆以后是为了要分析用的，啊，至于谁要怎么分析，那是他的事情，他只负责叫 archive 档案。下一张，再回到前一张，啊，我直接讲下一张那个人类的部分啊，没有时间讲那么多。OK， 讲到这个是 DNA， 你们上网都可以查，这也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哈。国家地理杂志，他们很有钱嘛哈，他们最近因为有一个新的科技出来，就是很快的用 Q-tips 就是棉花棒在口腔刮一下，送去实验室，没有多久就把你的是哪一种人拉出来了。OK， 然后我们人类在传递后世的时候，我们那个染色体都会复制，复制的过程当中因为太长串了，故意要把呢，中间有一个错误的过程，一错误叫做变异，这个变异就 carry 到你的下一代。以后所有你这边生出去的小孩子或子嗣都有同样的变异细胞，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生的，你的祖先是谁，就这样追追追。那他现在目前为止79万个样本已经做出来，79万够涵盖全世界，所以他就把人类的迁徙图给做出来，全世界的人的迁徙图哦，你就发现所有世界上的祖先是哪里？非洲，所有人类都从那边出来，哦。这是在6-7万年前从这边开始出来，有分成三支，往北往欧洲，一个往中东 ，OK， 一个东南亚地方。那我们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是这一张 M174， 我们是 M174 的后代哦，从埃及到非洲到埃及南部到印度 ，OK， 到印尼哦这边爪哇，然后到台湾，然后再到日本。然后进到韩国北部，哦，辽东半岛那附近，然后再进到中原地区。所以这张图就很清楚了，这差不多6万年前一根刀逮完哦，后来才进到这边。那中国这边有好几种人进来，对不对？有从欧洲进来，有蒙古进来，有没有？还有从印度进过来的，还有我们这边过去。所以谁是谁的祖先呢？数典忘祖是谁啊？是他们数典，我们是中国人的祖先呢？啊，我们是日本的祖先，日本人是韩国人的祖先，日本韩国人是中国人的祖先呢，啊？这 DNA 是第一级证据啊，这由不得你编文化故事功，但对都要来啊。我们 DNA 嘛，这毁掉出来，你的 Q-tip 挖出来就知道了。所以谁是杂种？他们是杂种啊，好几种人在里面，不是杂种是什么？啊，我们比较纯啊，啊，这个地方在岛上就没有跟人家混过啊，只有从台湾出去的啊，对不对？所以很早就在这个岛上就住啊，住了6万年啊，贵亚巴尼啊，都在台湾街都有宾馆啊。是到13世纪开始，我们以前是自给自足，活在岛上的 tribe 呢。所以高沙族你还很骄傲，说你身上流的血是很纯的呢，别小看自己的身份呢。哦，啊，这个 DNA 很，所以那个 Dr. Spencer 就是这个计划主持人讲了很有名的一句话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就是最伟大的历史书其实是记载在我们 DNA 里面。为什么它伟大？因为不是人编的嘛。为什么它伟大？因为它是科学证据啊。你要知道人类怎么来怎么去，我们的祖先是谁，啊，就造出来啊。好特别嘛。你不要讲说哦谁是谁的祖先啊，你中国人的祖先对的好几种人来，所以你是杂种啊。
没有汉人，没有所谓的汉人这个东西啊。要不然你把你的 DNA 说定义出来说这叫汉人的 DNA， 你找不出来吗？五胡乱华什么多种人都在里面，你跟我讲什么叫汉人加变癌，而是我们这个很纯可以被定义出来叫 ME74 的，这叫科学证据啊。他不是在我民政府做了几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把历史上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s 证据文件还有这种科学证据拿出来给你看嘛，你自己下判断嘛，没有要叫你说画一个大饼，叫做我们要去追求什么，没有，我们都讲的都是过去完成式，我们讲的未来进行式，我们都讲的过去完成式，已经过去在历史上完成的事情，旧金山合约是已经完成的，写下来的嘛，马关条约写下来嘛，要不然你除非找出新的证据来跟我们对抗，所以你在跟我们丢，而且不丢，我们讲的是证据啊。Historic fact， 这是 scientific facts， 科学证据。OK， 下一张，这是时间分布。哦，这根据它的那个东西，我们时间点嘛，从六万年前这边，五万年前到这边，四万年前到这边，什么时候进？所以引起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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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我们是他祖先嘛，数典忘祖是中国人嘛，你没有来拜拜的，我们才是祖先嘞。你的人对我才起。哦，下一张。你是谁？你在这做什么？你明明就叫星期五，谁知道星期五是什么？什么叫星期五？有没有人知道星期五是什么？对，《鲁滨逊漂流记》为什么叫星期五？因为有一天哈，这个鲁滨逊是一个白人呐，哈，啊，他就，那位先生大概小时候看过《鲁滨逊漂流记》哈，那个船难嘛，他就漂流到一个岛上，他就把船难剩下的物资就在那边盖一个树屋，就住在那边。啊，就有一天就遇到一个当地住的人来跟他碰面，啊，特里兄，我跟你讲，我星期五碰到你，所以你叫星期五吧？哎，这是不是很好笑？你知道好笑在哪里吗？以前我们都以为理所当然嘛，你叫星期五嘛，但对这白人的观点去看的还难。其实那个人住在那边很久，是你北狼照来撞下，啊，不，你叫做礼拜五好了，应该是倒过来嘛，因为是那个当地的人住在那边比较久吧，你是落难来这边的，怎么倒过来你叫我名字？你会觉得很好笑。哎，台湾人以前有什么名字？台湾人叫什么？叫台湾人吗？不是呢。啊，叫啥？文公福尔摩沙也不是呢。过去台湾人没名啦，为什么没有名字？你住在这岛上，没有跟外界接触，为什么要名字？你告诉我，我自给自足在这边，为什么要给自己取名字？印第安人为什么说我叫印第安人？白人没进来之前，他需要叫印第安人？没有啊，他只有各个部落的名字嘛。说哦，那是苏族，那是散族，我们打他，打他。有没有？一起部落之间互相叫来叫去，会羞怕，会 identify 对方嘛？会认出对方来，可以羞怕嘛？啊，你一个独立的岛，为什么要取名字？除非你跟外界互通嘛。所以台湾叫叫什么？波基的名不叫台湾哦，嘛不是福尔摩沙，嘿，葡萄牙人给人叫的，咱本来没名啦。但是以后我们要个名字哦，这什么名字？福尔摩沙跟我们九号天，为什么以后我们跟人家互动嘛？啊，过去什么 Chinese、台湾 ese 谁拢拍电话会 get ease？咱即摆阿伯叫做 Formosan， 好听嘛 ？German 对吧？德国人 American， 那 Formosan 对不对 ？Australian 对不对？现在各大国拢叫好听，北人拢也好名，阿咱不要拢什么 East、Vietnamese、Chinese， 不 ，Formosan， 那是 Formosan 哦。好，下一张。OK， 毛利人来台湾寻根，哦，他发现很多东西，用对台湾人去，很正常嘛。我们那刚才那个图表一出来，是不是都解决了？所以这是从考古推回去的啊，所以考古那时候还没有 DNA 的时候，考古都哇，哦，好惊讶哦，怎么是从这边去？他为什么惊讶？因为他过去的模型错的嘛，他对历史的推论模型是错，所以他很惊讶嘛。那也写安内，下一张，没什么好惊讶的啊。他说什么？考古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库特群岛、波利尼西亚的来源，甚至科学家发现，甚至你那边用的词都很奇怪啊，跟台湾原住民也是很接近的。哦，兰基曼好，这个世代的。DNA 出来之后，这还有什么好怀疑？这是很正常的结果嘛。所以相较之下，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跟我们讲，暂时放一边，因为科学证据出来了，你要 fit into 我们这个大 picture。OK， 下一张。所以过去吼，我想到要跟你讲这吼，我跟你讲，就算你找到 DNA 又怎么样啦？就算你证明你这个是独特的血缘又怎么样？印第安人也知道他们自己印第安人啊，可是谁他被谁统治？北狼通敌啊。虽然台湾人除了知道我，哎，第一个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让你跟中国他们讲了一套假的历史跟故事断根，让你知道说我是独特的，哦，那是
M174 的后代嘛，我们是这块土地上本地有的人嘛，就算你中国人来有来跟咱南，但是人数不多啊，不足以改变我们的人口的基本的血统嘛，对不对？但是中国人来了100多万的时候就影响了，黑冠就是在毁灭你这个种族哦，所以不能有这么多人进来台湾哦，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独特性哦。我接下去我们慢慢越讲越多哦。来，下一张，下一张，再走。哎，福尔摩沙不是我叫的哦，你看在1920年的时候，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这叫什么？ Formosa the Beautiful， 有没有？啊，在1920年的纽约的那个报纸上面写说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 有没有？福尔摩沙炸弹呐、啊，米里高可以轰炸。下一张，哎，这都是文件哈、哦，这是旧金山合约 （San Francisco 条约 ），Formosa and Pescadores 就是澎湖了。Formosa Pescadores， 下一张。哦，那时候没有叫台湾哈，佛摩。OK， 好，讲到这边，我要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你们两个都听过。以前那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怎么样？你那多安，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的存在？透过什么？妈妈嘛。刚出席肚子饿，哇，妈妈喂你，得到满足，高兴 ，happy， 给你浪。啊，过来呢，弟弟妹妹、爸爸、其他亲家人来跟你。就你慢慢建构你什么存在感哦，我的存在很重要，对不对？存在感强的人怎么样？自信心就强，自信心强的人怎么样？学习力就强，学习力的人强怎么样？竞争力就强，竞争力的强怎么样？并有用的人以后可以帮助其他人嘛，对不对？这就是正常的良性循环嘛。可是，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发生错误的时候是什么？比如说什么错误啊？我都要啪打一个耳光过来，婴儿会吓到哎、欸，很可怜哎、欸。哇啊啪！啊不是打吹背，对不对？那虐待小孩子哦，你在建构你的自信心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哦。以前我在吼育幼院里面哦，带小朋友做游戏，带给他们吃东西。啊，做完游戏的总是有一两个小朋友躲在桌子底下不要出来，我们就跑去问说：“啊，行动不会出来。”后来知道这些都受虐儿，从小被虐待大的，所以很没有存在感。所以他嘴巴虽然继续吃，可他不让你知道他存在。你的毕业多咖，当作我不在，很可怜啊！啊，台湾人拢这款的呀。当我说我是台湾人，啪，你是中国人了。我台湾人，啪，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受虐儿啊！当你在建构你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不仅否定，还给你套另外一个名字上去，让你整个人都灰去啊！我们台湾人都有受虐儿的个性呢，喜欢抓出来都是按内出来。就受到这种虐待式的教育啊！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教育？因为我们战败，不是我们自己选哦，我们没有选择哦，我们没有选择权利哦，因为咱战败，我们战败了嘛。所以美国叫这个流亡的政府来给你领地嘛，他们打不过日本，就拿我们台湾人出气啊，给你领地啊，好像他打我们也真的是日本人啊，他打着比较容易欺负的日本人欺负啊，都现在给我领地多寒，领地三四代啊。连语言都没有了，你看看，连语言都把它否定掉了。以前我那年代是真的是罚站的，你讲台语是完蛋的。我看看片段，以后连台语都不是咱的国语。我们以前是平埔族啊，高沙族啊，而且因为大清统治200多年，我们才，其实我们这些血统都是什么？都是平埔族的后代，以为自己是喉咙狼，以为平埔族的后代以为自己是客家人，平埔族的后代都以为自己是这种人，其实都不是哎。中国人来给你家通敌，用什么方法？用几个方法？欺行欺庙偷税贪污，他用什么？用宗教，你叫你去拜他的神，所以你今晚拜神拢都中国来啊！啊，以前这块土地并没有这种神啊，没有哎，我们的宗教不是这个呢，因为它是文化上的强势嘛。后来因为他们那边人变多了，他就开始侵略这边的、啊。他用宗教，用姓氏，叫你代耶神耶，拍摄哦。以前中国的姓氏是怎么样？就是也是部落啊，酋长的姓就是你被我。征服来的人的姓啊，我征服你，你都叫我姓啊，我姓陈，全部都姓陈，这叫陈国啊，那叫齐国啊，那什么国啊，都国王当头啊，就是部落嘛，就是部落在竞争嘛。讲到这个、哦，我要回到刚才那个补充一部分哦，就讲说，人哈、哦，这种人撸给撸贼掉啊，他们就有部落形式嘛，哈、哦，大家为了增援，争取水的资源啊，或者土地啊，就开始跟其他部落打。啊，生存强敢强的部落就打败另外一个部落，
通常打完的是做什么？把你全部杀光嘛，怕你以后跟我反叛嘛，对不对？但是顾起来是，哎，这个方法不对呢，为什么？因为土地占多了之后，还是要有人去种啊，啊，总不能一直派我人都不够派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最后就留，把那个会跟我打架哈、哦、比较聪明的全部杀光，我只要留老弱妇孺，留在当地继续帮我种田种菜，时间到了缴回来就好了，对不对？你不对我造成威胁啊，啊，我就留你继续来使用啊。这种人我叫他什么？叫资源回收人，听过没有？资源回收本来是垃圾嘛，不能被处理掉的嘛，我把你回收嘛，当成有用的人嘛。那资源回收人都去每天只要负责工作赚钱缴税，这样就好了，又台湾人啊。哎，我们隔壁有一个资源回收城市，你知道吗？那叫香港。香港是什么？为什么？以前被英国统治嘛。那英国人他只要总督派来就好了啊，你英国怎么去 run 随便你啊，只要你 revenue 一年的收入进来，我抽税拿走就好了，我管台的一系，我把系统建构好就好了啊。后来换中国人接收，中国人就说五兆票马兆跑，是不是？这是什么意思？我讲起不会被插理啊，你继续运作了，我还是把你当这种地方，直到有一天中国说你开始要回归了，哇、哦，香港人就跳起来了，你要唱中国讲中文啊，讲唱国歌，哎呦受不了了，拍谁啊？太晚了，一照拢照料料啊，对不对？移民英国啊，移民加拿大拢跑啊，有办法啊？没有就资源回收人都留在城市里啊，所以换谁来统治都是一样嘛，啊，就算你跑掉也是一样，你到那个国家也是资源回收人啊，难不成你会变那个国家的头吗？不会啊，因为你的 mindset， 你的整个脑袋思考方式就是资源回收人的脑袋嘛。什么叫资源回收人？看黄色小鸭就资源回收人了。黄色小鸭资源回收人的记忆力有多长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哈、哦。资源回收人的记忆，你的记忆力有多长？媒体多长你就多长，说话记一个月你就是一个月，洪仲丘一个月就是一个月，黄色小鸭两个月就两个月。为什么？媒体叫你去看啊，媒体叫你上街去抗议啊，媒体不报你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存在啊，干不起。所以资源回收人每天做什么？看电视啊，连吃个自助餐都要看电视啊，他就把你播放啊。哇，规天给你洗脑，上了计程车也是电视啊，上了公车也是电视啊，回家也是。欸，你就是资源回收人，欸，每天只负责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就是香港人做的事情啊。你给你练了啊，你每天就乖乖的工作，辛勤工作缴税，他继续统治你，了解吗？你不需要知道到底游戏规则是什么。好啦，刚才讲到这个，我还要再讲一个东西哈。刚才讲说哈，再讲一个故事好了。当台湾人被供出自己的名的时候哈，讲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你跟人家跟虐待嘛哈，那就好像什么被鬼附身。圣经上有一个故事哈。我讲了一帮天哈，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洞，圣经上的一个故事啦，你们当故事听。啊，这因为天然岩洞到处有洞，所以怎么样，狼系列宝宝宝的带来的就解决了嘛，很方便。所以久而久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坟场啊。坟场如果西狼贼啊，对吧？魔物啊贼啊，对吧？啊，就有人被鬼附身，附身就被乱造啊，啊，所以村子里面觉得也是很麻烦，就用铁链把它绑起来。绑起来没多久，他又挣脱，又跑到，又全身光溜溜跑到坟场，就耶稣来了，这个人就冲过来，哇，鬼神又恰光溜溜的照来光，永生上帝儿子，是我的时间还没到，你照了别冲下，难不成我现在就要下地狱吗？啊，耶稣没有讲什么，说，哎，你叫什么呀？你叫什么名字？哇，有意思了，这个人讲不出来，结果是什么？他讲说，我叫群，啊，这是什么意思？滚啊，一滚的滚啊，因为他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啊，有鬼替他回答，鬼替他回答他的名字，就回答是鬼的名字。啊，没，耶稣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啊，鬼听到耶稣讲话就冲就跑掉了，啊，这个人就恢复理性了，他就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就是台湾人啊，啊，我们被什么鬼？被中国鬼附身？为什么中国是个鬼？流亡政府啊，流亡政府就死掉的政权啊。两个牌位叫金门妈祖啊，他跑来这边就告诉你是中国人啊，鬼替你回答，鬼替你回答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中国人。
就是鬼替你回答嘛，被鬼附身嘛。啊，真理就是耶稣是真理，真理出来就是法理出来之后，鬼就要走了嘛。台湾人就恢复他正常的身份，了解吗？阿弥陀佛，好，下一张，就这个图啊，叫名字叫不出来啊，鬼替他回答。下一张，哦，来，被抓到贼窝的王子，在发现自己真正的身世中啊，王子哎。我们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哦，这个是有一个位阶哦，现在日本还不是哦，他现在是脱离出去的哦，现在想要回来哦，回来之后人病都要大哥嘛，你们有听过吗？我们是有一个特殊身份哦，不要小看这个，只是人家台湾人不够格，就是身份上是，可是实质上我们的生活水准，人的那个素质上还没到这个水准，哎，搞不好我们要牺牲一代，还要培养我们下一代哦。我们这一代做不到，但是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下一代做得到，让他站得起来，有那个荣誉感，是大日本帝国的继承人的那种荣誉感，是个王子的身份。过去我们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是因为被流亡政府的人教出来，教成这个样子，不要勤，不要困，不要夹，不要赢，都不会啊。所以让你请他乱七八糟啊，我们生活的，你看，我们生活的那个起码的规矩都没有啊。你们去过日本都知道啊。人家手机不会乱随便零零两两的啊，到你找个 Subway 一坐，日本那规规矩矩啊，上街穿着都有样子的啊，都去过嘛，大家都知道。下一张，什么时候才会到那个地方啊？没关系，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就要走上这条路啊。从今以后只能找个理由公益的战胜。OK， 现在台湾人一直有个错觉哈，就是我们有的人为了说啊，那些台湾人没个相片，没有没有没有。以后所有的中国人喜欢讲历史主权，对不对？哇，自古以来历史台湾人下来下来，边搞公开一大堆道理。现在国际共通的就是，目前为止世界各国愿意为了结束战争而该采以国际法来解决纷争，顺应天命，回到国际法里，才是佛魔上唯一的活路。OK。那你如果不愿意走这条路，用别的理由，比如说印第安人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哦，台湾人没做自己哦，哎，那你的下场就像印第安人一样，因为人数真的不多哎，你没有这个资格，而且大人假戏，啊，你被生下来，下一张，哎，下一张，今天没有办法讲那么多，好，种族灭绝，先念这个哈，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个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来。”哎，这不太像是一个大国讲的话。这反而像是一个查案哦，给警察呛下，我不是好大力搞你啊？为什么？因为他做错了，他真的做错了。什么叫种族灭绝？大量把中国人移入，哎，现在的种族灭绝不免仅仅台狼哎，他只要把大量人口移进去，西藏人就完蛋了嘞。西藏人，比如说200万，我移个400万进来，你怎么办？你西藏人会到哪里去？你只要跟他混，下一代怎么样？过去台湾人吼，去用战略一阵吼，那北部说不要嫁给外省人，不要娶外省人，对不？没有所谓的外省人啊，当然是中国人，但是是这样讲，为什么？那是一种少数种人种的人为了维护他的后代发出最卑微的呼求，欸，从妈妈的口中讲卖草音，为什么？你给我你都不知道你是谁的啦，这块土地就是变成人家的啦，你知道吗？被人家灭绝了啦，那是人类基本的本能发出来的声音，不是什么外公卖给小盖兰公，那种族族群融合，全世界最没有资格讲族群融合的是台湾人，为什么？人少啊！你被盖兰大方什么？你一大方就用嫁给啊！你可以嫁给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欧洲人都可以，就是不能嫁给中国人，为什么？因为其他国家对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呢，只有中国人要把你吃下来。他也不用明目张胆来跟你打仗，他叫人进来就好了嘛。中国人娶一个台湾人，啊，你哪会认同谁？没有嘞，他也不会认同这块土地的，不会的。啊，就久了这块土地就不知道是谁的啊，就是变成他的啊。
Crimea 就是这样子啊，里面的人都认为自己是 Russian 啊，所以就投票啊，就变成那个地方的人啊，这地方的人种就结束了，从世界。他们还知道说那些少数的动物哦，那个稀有动物要保护啊，狼也不要保护呢。欧洲那么多种族在那边，欧洲什么时候法国人跟德国混在一起了？没有哎，为什么没有混？因为他知道这个种族的重要性啊。美国不是很多人种在那边吗？怎么不混在一起？白人还是白人，黑人还是黑人啊？奥巴马妈妈是白人，爸爸是黑人，为什么他是黑人？为什么大家认定他是黑人？他一半的血统是白人呢、啊？你有想过吗？很奇怪哦。来，所以呢，佛摩神是最没有资格讲种族融合的人。让听到你爱讲哦，你不要煽动族群的那个什么哦，你再这样讲下去，大家都会哈、哦、会制造纷争。错了，这是生存的战争呢。你这个种要留下来，要以后还有这种人存在，只有这样子的。你起码一定有人的语言呢，文化是认同别人，拜人的心呢，对人的政权去投票了，只差一点点就灭掉了。过差几天两，那福茂过人到底两个几百？我没有在说这个不好、哦，做生意归做生意哦，你是谁还是谁哦？所以面面以后台湾如果能够台湾，他叫台湾这个地方自治。最近美国国务院的那个。亚东地区的，然后台湾要自治，就是让你开始有自信嘛。否则我们没有自信的，遇到这么样强的国家，步步紧逼，把人送到我们这边，我们怎么会有自信呢？我们会害怕啊。虽然这些学生用的方法不对，可是他心里面的恐惧，你看得到吗？他到底在担心什么？你的家境灭掉啊，就这么简单啊。美国也应该站在台湾人这边人的立场上面想这件事情，是他们不念，没有念书，没读册。头脑不清楚，所以去抗议。可是他内心的声音你要听到啊，因为他没有知识嘛，他只能用这种透的方法都去讲嘛，很可怜啊，就跟那时候原住民一样嘛，无力感啊，对吧？好，我不讲太多，下一个。我们既然知道法理，我们就回到法里面保护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知道吗？法理是唯一我们的保障。这个不讲了，太多了。来，我只有几分钟，来，再走，再走。这边蚊子好多，来，我们讲很多哈。大部分的人哈都是属于这个哦，资源回收人，95%都是。所以来家一定是不简单的，你们头脑很清楚了，知道听到真的事情有判断 discernment， 有分辨对错的能力，然后又付诸执行，来这边听，然后改变你自己。哦，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就是资源回收人的特性。下一个，那很多人讲说，哎，徐老师你说这么多，不好意思，我这一生就追求自由、幸福、快乐了，还没搞讲这么多，对不对？啊，这句话有没有讲错？啊，认为讲错的人举手，认为讲对的人举手，讲对就是自由、幸福、快乐，我给你说错了，原因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啦，简单，我讲例子。如果一个医生以赚钱为目的，这种医生你敢不敢去看？当然不敢啊，明明一次给我看好，给我分五次，对不？因为他以赚钱为目的嘛，他是会帮你治好，他不会害你，但他分五次，来探个搞，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说，我以提供我的病人最好的服务为目的，哦，我得被救了，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病患很多，因为大家相信他嘛，对不对？那因为名声很多，所以病患很多，所以赚很多钱，变成合理的事情嘛。因为它有顺序嘛 ，OK， 自由、幸福、快乐叫做副产品，不能当作目标来追求。如果自由、幸福、快乐是目标的话，拍谁啊？女生看到这个男生说：“哦，他可以给我自由、幸福、快乐，我就嫁给他。”啊，结婚以后发觉他不行，所以我们再换一个老公，再找下一个，是这样子吗？不是哎，真正幸福快乐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说我真的爱这个人，我决定一生跟他，所以吃苦耐劳都 OK 哦。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情，妈妈做妈妈该做，小孩子好好念书，晚上妈妈煮一顿晚餐，大家回到桌子上面，大家一起吃饭，享受幸福快乐的感觉嘛，这就是自由幸福快乐嘛。但是你用正常的过程达到嘛，有没有？你不能把各种副产品当作主要目标来追求嘛。性是婚姻里面的一小部分，你不能把性当作主要目标，你得不到
什么叫做真正的意义嘛？因为它是属于副产品，是属于这个主轴里面的附带的东西嘛。你扭曲了这个，你的人生也扭曲了，了解吗？所以这些人虽然开着宾士住地堡，拍谁哦？你还是资源回收人呢、欸？你永远达不到你真正的所谓的自由、幸福、快乐。你设定目标设错了。来下一张，就这个啊。你不管怎么玩，你都是在最下层啊。所以你怎么去抗议有什么用？你被抗议的人一变了，游戏规则就变了。是你是他定义你，不是你定义他、欸。是他决定游戏规则，不是你决定游戏规则。你去抗议也没有用啊。他不理你就不理你啊。为什么？你是这个阶层的。我官太利也当塞辫子，我官太利也当踢断豪宅。你都是这个阶层的人啊。他就算怎么笨，他还是你的领导哎、欸。你知道这个差别吗？所以我们为什么就可以告赢他？因为我跑到上一层去啊。我说逼狗啊，你在拜托啊，你在叫机关人给我们通知啊。我们是去捅到这边我们再回来的、欸。你才得救呢、欸、你怎么往上爬呢、欸、要不然你永远是被统治者啊。轮得到你来定义游戏规则吗？闹柯林。你学生再怎么闹也没有用啊，游戏规则不会因为你们来闹而改变，不会，永远不会。所以不要做无望的事情，无浪费精神的事情嘛，搞清楚自己的位阶嘛。 OK， 你现在是被统治被占领地的人民，你的身份没有改变。下一个好啦，那我现在今天再走再走再走，我待会要看影片啊，这个是讲到现代主义啊，就是整个 modernism， 这个讲到资本主义，这个里面算了，我看大家都快累毙了。下一张，再走，再走，我们走到那个日本帝国。OK， 我们现在缺哦，看到下一张，再下这张的下一张，再下一张有地图的那一张。OK， 这是什么？清朝的时候的版图对不对？就左半边、右半边不是他的嘛？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明郑时期所谓郑成功占台湾，他的势力范围只有这么多了。你不觉得很好笑？过去我们的历史讲老半天，结果他的领土只有这么多。徐老师没有骗人，你们上维基去查嘛。我们也看当时你的预算多少嘛，你要占台湾你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你来归野狼够没占台湾邱西狼，你没有几千人你怎么占台湾？你才几千人要占台湾呢，不有柯林嘛。所以但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故事讲一大堆，以为说哦郑成功好伟大占了台湾，没啦，他的势力范围只达这个地方啦。贵旗这边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大都王国。欸，你们现在发觉你过去历史是被扭曲了吗？很好笑对不对？郑成功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下面什么东西啊，那个书就可以丢到旁边去了嘛。什么施琅打败谁，这黑东西编造出来的故事嘛。我现在把一个历史有好多面向，我把另外面向给你看的时候，你那个历史你的定位就出来了。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啦，只有这么大啦，了解吗？你如果真的那么伟大，你告诉我你那时候每年编列给台湾的预算是多少，拿出来。日本那时候建设台湾有预算的哦，你该台湾整体要建设多少钱，他想下一张。这个是法国人画的福建省大员打完台湾打我台湾。下一张1735年再走。OK， 日本总督历代，一开始华山世纪桂太郎乃木希典而源太郎，照片在这边咚咚咚咚咚，一个一个都出来，他做了什么政治你们全部可以上网去查。 OK、哦、第一代军政转民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这个都是有迹可循的。你把一个 term 打危机就会出现一大堆，他做了什么事情，预算多少，派了多少人做什么事情、哦、第二代总督，他那时候只有几年，几月到几月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桂太郎乃木希典鸦片禁见制度，那时候台湾人爱夹鸦片，受清朝影响，他把减少、哦哦、新高山命名，什么医院设置，有没有？到第四代总督的时候，高雄基隆竹港工程，全岛铁路建设，便衣啦哦，台湾神社，那时候彰化银行设立，财政二十年计划，计划在明治三十八年的话，这个岛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不再依赖日本来的金汇进来的钱。那里面做了所有的，包括教育哦，包括蟑螂炎，各种卫生设备，开设医院，总督府医学校，医院还要设医学院才有人员嘛，不是贵企业让刚刚现在公共嘛，地级调查水利事业哦。来下一张，下一张麻烦。
OK， 军费嘛，他花多少买军事费多少，振兴产业，然后当时一般关系多少哦？来下一张。OK， 接下去第五代，明治39年，左久间、左马太，你看农会还有移民事业开始，台北市加地下水道，那时候已经地下水道建构完成哦，我待会给你看照片哦。中央研究院、化学部、卫生部、医疗所。OK， 皇子殿下台湾行就在这一任的时候，哦，田间之狼下一张。那时候田间之狼发生一件事情，他天皇要来台湾的时候，他有写信跟他讲，哦，这就乱呢，没有，台湾那时候并不乱，那时候所以他写了一封信给天皇说，台湾思想恶化是因为在东京念书的学生呐，在台不过素人哦，但是一般人民极其忠实善良。贵给清朝对台湾的印象什么？三年一小稳，五年一大反。为什么反？你不要抵力啊！你赶快抽水，都每次欺负我们、骗我们、贪污的、坏的，对不对？但是日本人来的时候，诶，为什么人民变成极其忠实善良？因为治理也好嘛。所以你那阿嬷一代都讲，哇，日本时代多好，多好。诶，不是编出来的，人一定发自内心才讲得出那种事情嘛。OK， 下一张。这贵给台湾人，1929年来这有我亲戚啊，所以我可以拿到这张照片。那时候台湾人是留什么？留欧美哦。来下一张。哦，你看，哎，上一张看他多帅了，我看。我先介绍几个里面的人啊，啊，这个杜聪明，哦，台大医学的那个杜聪明，早期要流行兵，到滨州哦，那是叫郭马西啦，这个就是黄朝行，一准给我拨完刷，那时候害死台湾人就是他们，哦，他们那对夫妇，你看那时候穿的衣服比你们在座女生穿的都好看的，拍谁哈？那真的是定高级定制服，下一张 ，OK， 同学录哈，留哪里哈？这是留意大利的啊。这是 University of Columbia， 这是我那请讲哈，哥伦比亚大学、巴黎大学、美国。刚才讲那个黄朝琴是 U of Illinois 相片的啊，念政治、外交、神学、艺术。你看颜水龙美术、医学有没有？林献堂，哎，这张彩啊，陈月色这把戏啊。下一张，哎，准的台湾人啊，但历届总督在这边哈，浊水溪工程、江南大郡。一旦这么对 Canon 做几个看 ，Canon 来的共有汉人，没有汉人呐、啊，这就背包做跟国少做两种人而已。下一个啊，我们直接看照片，走，我们看照片，来台上让看下面啊，就以前清朝时候都、就是安尼啦，欺城欺庙哦，做官给你抽税啊，贪污。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这是马杰博士来台湾1795年的时候，哈，在前10年、15年的时候来台湾，住在这个医院，叫做皇后旅馆，那时候叫旅馆，哈，听说臭虫很多，他受不了。下一张，一阵清朝的时候，哈，啊，这边跟人家叠假崩，啊，下一张，个搬出去，那时候台湾人搬出去，哈，下一张，来再走，那时候台湾人平均寿命35岁，平均寿命。平均寿是寿命在35岁，哦，这帮啊就高哎。下一张，我们看照片，走很快哦，我们走很快看照片。啊，那阵的淡水啊，下一张。哦，霞，来下一张。啊，再讲，槟榔西施卖槟榔的阿嬷，哦，以后都是叫阿嬷来卖槟榔，保证台湾没有人跟人吃槟榔啊。槟榔人口会急速下降。对不对？同不同意？绝对同意嘛！这找那么漂亮女孩子来卖槟榔，这坏蛋呢、啊，真的坏蛋。来下一个，哎，这是什么？不是啦，不是啦，不是。这是那时候日本人，哎，刘先生我让被请进来的哈，那时候来进来台湾的时候啊。OK， 下一个。哦，那时候高沙族有出草就砍人家人头啊。日本人跟他讲，别再给我做这关代志啊。下一张。哦，那时候刚从奥地进来台湾，日本人1895年拿到台湾之后，他们要派军队进来。下一个，啊，那时候高沙族被收复之后，被顺，啊，归顺之后，他你看，前面是日本兵，这是高沙族兵，然后每个人头目上面都拿一根杆子，上面放了什么？一颗一颗都人头，哎，弄人头，哎，下一张。然后你看，这是他们的节庆啊，在妇女在跳舞。这边小朋友在这边看，有日本人，有他们家属。你看，
这妇女手上拿着什么人头跳舞庆祝啊，很高兴啊，跟人头拿起来。下一张，你要知道那什么叫出草啊，真的是有这个啦，你过去扣本都没给你搞、啊，这是好、哦、那时候李藩政策啊、哦，那时候日本铁流一准空，哎、欸、啊，右半边不是你们的，为什么清朝割给我们？所以他就问美国，美国说哦，他们叫做因为美国有对付印第安人的经验嘛，他说那怎么处理这一块不是大清帝国的土地？他说这样子好了，他们是部落形式，所以你把它征服，所以日本花了十年时间把右半边征服。最后才建构整个台湾整块的主权 ，OK， 清朝不会宰掉去征服右半边的，所以真正建构台湾主权是在日本手上，了解吗？所以他有李藩政策，就萨德克拜来讲就讲这件事情啊。那时候李藩政策当时的照片，我就取得很多。下一张，我手边有数百张 ，OK， 这个是当时的高沙族的女生，很漂亮哈、哦，好好，真的很。来下一张。你看这头目下面的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啊，一颗一颗人头放在双脚中间，黑龙狼头。那时候平埔族被那北埔族的人给用杀了差不多4000多人啊，日本人被杀30-40个人。来下一张，啊300-400个人。OK， 那他们洗澡后来都害怕了，所以都要警察在旁边保护，啊不是军队在旁边保护，他们才敢洗澡。下一张。啊，这个是那时候高沙族人杀到学校去，人家学校在办游园会的时候，全部进去杀。那那时候有一个老师，日本老师把小朋友藏在粪坑里面，等到这个惨案结束之后，他们出来。我还有很多惨案的照片，太残忍了，不要看，就看这一张就好了。就是生还者，下一张。哦，他接受高沙族接受教育，下一张，走，走，再走。啊，那时候第八联队再走，来再走。哦，飞机，日本的空军进来，再走，再走。哦，那时候菲律宾，大日本帝国打败，啊、哦，进到马尼拉，啊，那台北的小朋友在那边举旗庆祝。下一张，哦，原油会的，下一张，是吧？台北公会堂，下一张，公卖局，下一张，北投温泉，下一张，哪里？台大医院。因为是欧洲哈，太太医院，来下一张，军乐队，下一张，三线路，以前台语一条歌，也是就在三山路，有听过三山路的，就在那，有旁边有树，然后前面中间是快车道，旁边是慢车道，下一张，哎，这是什么？我们日本时代哈，不是红叶啦，红叶是当时，我们现在讲1920几年、30几年 ，Canon 都那么早了，你知道不？外公，日本时代我们的球队是这样的：台北是华山小学跟南门国小的对抗赛。哎、欸，那是流亡难民，然后在篮那里棒球在冰上下扣篮，都要用棍子去打石头嘞。之前是什么？有棒球帽，有队服，有手套，球棒，哎、欸，还有队旗，还有教练嘞。拜托、欸，人家是很正规的棒球训练嘞。所以我们过去那时候被洗脑洗得乱七八糟嘛。来，再下一张。这是什么？台北市公车，那时候就有台北市公车。日本时代，我们现在讲1920几年、30几年、40几年啊、哦，台北市公车哦，那时候不是用石油，是烧赶架破一下。下一张，而且很环保哎。下一张，台北车站的前身的前身。下一张，哦，台北神社。下一张，北投温泉。下一张，没有阳明山的那个。然后这个是什么？下一张，这是什么？当时建中的学生呢、啊？建中，对啊，台北第一高中的建中学生有臭屁吧？那个样子，就那样帝国的高中的小孩子，以前高中就等于大学的啦，你这样想就好了，很有气势哦。下一张，这是哪里？欧洲啊，博物馆啊，台北市的博物馆，日本时代都 KJ 啦，馆前路走到底就这个了。下一个，这是哪里？重庆南路那不是不是，这个是那个衡阳路附近哦，荣丁。下一张，哦。来下一张，啊，以前这样，这个城市不是最近的哦，日本时代的照片。下一张，啊，那时候，我刚才讲的是日本的照片，这个是美国《时代》杂志上面拍台北车站附近的照片，来放大，你看这边的人穿着是什么样子。来下一张，哎，这是什么？明治桥，哎，就是中山下卡的基隆河啊，给狼河 啊，马英九的时候把它拆掉啊，变成乱七八糟啊，那时候通到最后就神社。下一张。哦，新公园，下一张，啊，
台北车站的前身，现在这个的前面一个，下一个 OK 再走迪化街，再走，我们走快一点，然后上面都有写地方，你们就看那个左上，这是什么？这日本时代那时候国标舞的比赛，在中山，在现在的中山堂，以前叫做台北公会堂办的。你看那时候的人穿的衣服，我感觉属人跳跳没？哎，八十年前啊，做的时阵穿的衫，比恁即马穿的还像样嘞。跳国标舞穿的衣服，你们属人属太贼了，真的是被难民教到没有水准去了，金灿嘛！我给讲下一个，那时候就穿这样子了啦。下一张，打什么球一定穿运动衣的，没有人在穿内衣在那边打球，只有难民在做。下一张，再走，铁路局的旅馆。下一张，再走，再走，哦，新竹车站。下走，台中，再走，台中那个军队啊，不是那个海军下来的时候办的 party。下一走，很好看哦，台中绿川。再走，我们看影片好了啦，来看影片，直接看影片，没有时间。你一方面走照片，一方面等影片。可以走下一张啊、哦、，OK， 好，有影片直接开始。哎，不是这个吧？我有一个充编辑好的影片哦。啊、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有一个从头到尾的编辑的影片。哎，抱歉啊、哦，给我一段时间。你们先放这个给他们看啊，没关系。那时候台北这边有固定的班机在飞哈，影片更真实，光是照片。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下関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同年6月14日樺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同17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手を合わせた北白川宮吉田新郎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ここに総督政治の施政式を挙げ、你看当地的百姓哈，一群台北企业人弃兵，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已经穿和服了，穿那个，你看被清朝当作化外之民哦。到日本时代就完全就改，你看那时候的台北市的女中的女生穿的衣服，才叫帝国啦。都市の氾濫を鎮定し、産業の指導奨励、鉄道、港湾、交通の建設改修、通信事業、衛生の管理、消防車、治水灌溉事業、地盤事業、教育普及に、地方制度改革、有多少量了？吓死了！你看那时候的总督府已经盖好了哈，不光是这栋建筑哦，太多了，你待会看不完。核のごとく単日熱において構成席を挙げた者は。これ筆教我が皇室の一子同輪の計画は申すまでもなく、また官民一致協力の。台北是夜景。1940年。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城内万華。那时候台湾可是在对外的名称叫福尔摩沙。1944年8月、未曾有の台風襲来によって。不要卡在名词上面、啊、那时候叫做本岛人，我们台湾人就是红都进本岛人、啊、他也有机会、啊、就把那个过去清朝盖的那个城就换成现代化都市、啊、全部盖，不准再三算了、啊、
台北市の中心であるいわゆる城内。你待会可以注意哦，叫路灯。每个城市都有路灯哈、哦，地下水道、路灯，这都是基本的建设，非常重要。大医院呢、啊？台电哈、哦，那时候嘉南大郡、日月潭都是发电的中心。接下去会看台北市哈，我们会每个城市一个一个走过去。那时候台北市街景哈，你待会看路上的人穿什么衣服。你看台北市公车在跑，你有没有看到？然后穿日本和服带小朋友在。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あるいは五番の目のように拡張され棋盤式的街道建设和规划哈。車道と分かれております。这个丁阿卡哈。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幅二間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铁路局的那个旅馆哈，小刘群穿旗袍啊，可以把身材衬托出来。还有计程车啊，这叫计程车，不然闪人家，台北市公车跟计程车都有在跑。都有，日本的嘛，金马嘛，人力车，但是主要的工具当时是人力车。你怎么？一共1940年台机哦，1940都安那样的，所以才能做万国博览会啊，欢迎大家来看，全世界人来看。看日本怎么在短短几年里面，从清朝手中那种落后的地方，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哦。你看博物馆，你看，那阵的台北人是安尼啦，就过这种生活水准哦。台北放送局就电台，每天两个语言，台语，咱讲的台语，啊，加日本话两个语言播放。对，新公园。植物园，这植物园。新仔拢真好嘛，奇怪啊，很漂亮。要跟上你的阿祖，好吧？哇，丢点啊哈！他为什么要拍摄这一段哦？就跟你做对照。哦，其他已经日本建设新的都市，相较于以前在清朝的时候的都市，他做一个对照，所以中间有一个交汇的地方，他没有一来就把你毁掉，没有，还是保存一些原来大丢点啊，就是那个地方，龙山寺啊，要附近，你们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哦，一进来看到庙，你马上就进入那个场景了，就中国的那一套东西，对不对？能把桂姨嘛，你不可能马上换掉。你看绑小脚，你看。哦，把卡呢？你没有看过哦，这样给你看到什么叫把卡？怎么虐待女性的那个？光黑给都碎了。你看，那你就突然好像在看中国的那种场景。你看，
啊，就是切到就是这样子啊，啊，所以这是新旧交汇的地方，好灵光。啊，这是台北桥啦，啊，那时候盖的台北桥，淡水河，其他部分都一直在建设。北東温泉観光客は必ず一度はここへ来ると言われている。一年を通じて客の絶え間のない非常に繁盛をしている温泉であります。20年の歴史を持つ淡水ゴルフリンク、御内地のゴルフリンクも遠く及ばない。高尔夫球场哦，淡水高尔夫球场。新竹地方は北部台湾中最も古くから開拓され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て、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竹州の主とせる農産物は米、茶、本館島が主な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你看路灯，有没有看到路灯？新竹的街上都很多路灯。那你看当时的怎么制造茶叶啊？都机械化，全部机械化，自动化。你看生产线，红茶，看到红茶。你看穿着那时候制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怪几不能是世界第一吼，黑准的制造业来对不对？罐头怎么贴标签送到全世界各地？没错，在台中，台中车站到这阵哈。你看很漂亮的哦，绿川。你看那街上的路灯，你看看，台湾的京都之称哈，你看穿日本和服的，彰化银行，刚才彰化银行，这台中州厅，我直接跳了哈。台中公园，有空我再放久一点给你们看。哦，你看送电哦，那时候你看24万千瓦，对，日月潭的发电厂，你看那时候高压电线已经输送台湾全地了。不是后来弄的，这在日本时代都已经全了。台湾最大唯一的动力供应出发，送到台北，送到高雄去。这里是台南。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気圧で諸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地図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台南州厅哈，后面那个，你看多少层楼啊？日本时代几层楼的房子都盖好了，你看。路灯，然后人。这是阿里山的那个火车哈。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唯一の特殊な運材車で先天右極のスパあります。这大家都知道了哈，最大的林木的产地哈。哦，嘉义的，刚刚那个有没有？嘉农那个，他还这样介绍嘞。また新高有山登山口としても知られております。啊，这是林木的那个。台湾総督府16万坪，その規模の多いなることは稀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の特産砂糖、现在介绍是砂糖的产业。領土になった頃にはまだ幼稚なものであったが、元旦来の総督府の手で帝国制糖株式会社、自
次第に発展し、しかしこの間政党受け者の努力は、台湾統合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今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鼻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屏東工厂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当时是有一个人的食用砂糖量来决定文明不文明。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と、英国人の、你看全部机械化哦，他在那边耕作的时候机械化。1940年三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生花練乳缶一人当たり13万ピクルずつ増加。食をしてもっぱら人間。然后这蔗糖做后来，他还用这个来提炼其他酒精类的东西。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バカス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那时候很环保，那个甘蔗渣除了做纸，还可以拿来当燃料。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你看他那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学过化工，你看他怎么样使用这个来制造酒精啊？分け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政党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利用せと府糖業試験所では、还有糖業試驗所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ごとに可用にして支援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政党会社は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你看实验所里面的设备，我们在想1930年哦，那时候人穿的衣服跟现在有什么差别？几乎没差。被长年金、高长年金给人，快一世纪前的人还是这样的。今は五年四月に竣工。江南大郡哦，那时候的影片哈。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四倍あると言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10万余甲的水源就是靠这个在供应，台南州里面的。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支線280里。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米干渉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三年輪作が。到屏东，不然比高雄，你看看，大家都可以看看高雄火车站。然后待会来看高雄港是怎么运货的哦。票。哎，你看看。我们现在讲1930几年哦的台湾哦，40年的台湾哦。怎么运货到轮船上面的哦？过程。海岸线の屈曲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基隆、高雄两大港。南方の高尾港は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高尾は近時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の高尾の躍進は、期して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他一方面建設台湾，一方面。变成他国内的一个哦，你看，没有看过台湾人是这样的祭典哈、哦，很像在日本哈、哦，就是在日本啊。那时候还有商船在运作哈、哦，应该快结束。快结束了。对对。最后一个。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你看豪华航路哦。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那时候除了轮船，还有飞机定期航飞行。那时候台湾到日本有地下电缆，直接拉到那个地方去。拓殖金融事業と種々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日本人在这么短时间的建设。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男子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外無線電話、
内台无线电，就是内地跟台湾的无线电话，还有航空，东京、大阪、福冈，全部你看，连班机号码都出来。哦，一天之内飞航。那是不是很先进啊？哦，世界级的水准，你看。那坐飞机都台湾人啊，那坐飞机飞来飞去。好，那时候特别针对我们高沙族，有很多的教育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你看，有成为巡查警察跟老师的，哦，无意中称为他们番人，他们就会生气哦。我说我们也是日本人，不要称我们番人，高沙族。你看，已经有这故要求更正。OK， 好，我们看到这边。我今天课上到这里。